我也既不是眼控，我也就是我既不是，我既也没有就是那种哎呀就很他妈让人看巴塞的那种感觉。他说我跟别人不一样，我哪不一样啊？我也不知道我哪。我是在他困难时候困，如果有人在他困难时候帮助他一下，是这他不会找你吗？他找你都不会找你，偶遇，偶遇，奥克兰这么大，你怎么偶遇啊？那就得牵线了呀，根本就不可能。即使你给他帮了他，和任何任何人还你，他根本要他朋友其实在撮合我俩，就他的所以让他们在撮合我俩。今天他跟我讲。虽然我讲说让我拉着他去北安，不想我就不让他去北安。给他旁边多一脚，给他拉。行，就是也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不想他去北安。但是我说，然后后来他说他要走，然后我说算了，别这样是整这样式的，他也不开心，他也不好，然后还不知道咋开心咋来。然后我说，我说我也走，然后我就说我先提着走，我就看他现在好像不乐意来。他不乐意去北安，他不乐意在图书馆待，他硬是被他那个闺蜜拉过来，然后他就让我拉着他去图书馆。我怎么没听明白？到底听明白了吗？但是闺蜜，然后就是他闺蜜不想让他去北安，在北安他去找人，自己快活去。然后她闺蜜是问的谁？问的你，然后当时是问的我，直接跟她讲。我当时她也没问我有没有空，要我说，我要我说，我给你们打电话说，我得玩会儿那啥。其实我挺想救助这个人，其实挺可怜的，是，但是我没办法，我做不到，我真做不到。她也改变了自己性格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那能怎么办呢？那不知道这世界上有没有救助的人。我能做的是啥？就是看着呗。对啊，慢慢看呗。那干嘛？但我能干嘛呀？我有啥？我有啥能力去管人家？他要愿意一辈子去改变自己，我操，那确实。那是爱。他在我心里找不到爱情，他也不会去真心的爱一个人。他心已经碎了，因为他真心的爱的那一个人也把他抛弃了。这是为什么我把他删了的原因。我说你不要在我的身上浪费时间，你要是想好好爱的，你不用局限于我。这些我想做什么做什么。我也不要3个月的女生。我说我也不要，不是，我说我也不要，我这样打扰你，其实，然后我说我还是删了吧。More English. Ah, yeah, we're done. Ah, yeah. Before he banned me, then he added me. Before he banned me.被一个人当备胎，最好办法就是把他当备胎，再找一个前夫的问题主线，把他放到直线上。因为前两天我一直在把他放在主线上，现在把得把被调换成了，再一直放到主线上，那就是傻了。等着他，我现在就要等着他呀。你要是想说我怎么样啊？可以，我当然可以了，因为我100个同意啊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对不对，因为我也没有经验。真是遇到的事情真的太多了，就是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过人，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只能随机应变了。那错误的经验一定很多呀，混职场吗？还是这个好像确实现在的历练太多了，他妈不都是混出来的吗？你现在历练太多了，这要突破。
真的一点不多。我的算了算了。你在哪？你有没有机密是啥？垃圾。咱今天先去咱喝了。你有没有一个挺好吃？你有没有一个真心喜欢的？我其实挺喜欢小吴的。你不知道你跟他把手臂啊，把他手臂啊，小胖子！我操，他居然比我还快！因为你知道，咱们这个车在前面，所有的停的，然后上的都是在咱的车上的，所以说我们每站基本上都停，他基本上每站都他妈不停。哇，你好聪明啊！这个车闯红灯了，那个，他有车牌的，你看他被逮了，逮了就完了，闯红灯。这车，我看，哎，我操，红灯怎么还这么闯呢？没事儿，其实跟小吴就是，他也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过客，我也是他生命中的过客。那大不了大家还是直接做朋友的比较好。其实我对他的感觉是啥？就是。就是，在他感觉上是很，很怎么样？妈的，灯有问题！我操！车熄火了！我操！坏事了！哥们儿，我还打台球呢。他手臂抛锚了。我爸爸给他妈给掏出来的，掏毛就要骂自己了，给他祖坟给掏出来了。我跟他的感觉像是，这种感觉就像是怎么，因为我感觉喜欢一个人，感觉就是每天都想见到他。我两三天我见不到，我就很难受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很难受，但是我很想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我上班也在想，我干啥在想。我就不知道那个感觉该怎么缓解，缓解不了。给他删了就缓解了。给他删了，你知道我多久了才走出来？长的我早痛过了。哎，其实我说实在的，现在有我接受不了其他，就是他，就我删了他之后那一个月，我接受不了任何人考虑。为啥呀？就是不得劲儿啊，就心里就这块儿，我觉得就是。只要在我旁边女生不是她，我就觉得很难受。叉叉呢？叉叉的是我，那是我两个月之后才加的，是她呀。就是我每天一直在劝自己，好好的，好好社交，没有不要想太多事。那你这样很难受。别打我俩了，玩的。之前我还以为你直接掉到一层了。那下面是司机，他把司机砸晕了。司机砸晕了，因为我之前我在中国我遇到这种情况了，我直接就喝酒，天天喝，天天喝，醒来喝，就一直沉浸在酒里。千万别不要刺激快感。你现在这个岁数，千万别喝酒，不要这么喝。你有困难你找我们出来倾诉倾诉也没有问题。真的不要我跟你说，酒其实是个很好的，你喝它的时候，你就晕晕乎乎的。你知道，你天喝，一个成年人他都受不了这么喝。